巴拉伊索伊索伊，好，我看观众留言说呢，帮他擦一下这个背啊，可以让他的血渍不见，让他看起来更健康。啊，我们来擦一下的尾巴啊啊，他跳他的，我们擦他的。哦、啊、哦、啊，擦他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哦、啊，我发现我快摔死了，救命啊！我只是要帮你手收哎、欸，啊，你这样子一直晃来晃去，正常吗？哦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、啊，还有胯下也要撸一下。你这个小淘气，胯下还要帮你，自己不会舔吗？真的是。来来来。Yes， 乖狗狗 ，Good boy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直接下来好了。为什么突然弹起来了？我要下来，那我下来，我自己用走的好了，太浪费我的时间了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过去了。我要从下面关门嘛。我会不会摔死啊？哎呀，居然没事，他在那边好好的等我吧。哇，有士兵！救命！快下来帮我！快点下来帮我啊！对对对，快这里，快下来帮我，快点！我看到很可怕的东西了，这里是罗马竞技场，乖。过去那里，对，就是那里，打啦！碎，身体冲撞，我不用身体冲撞了，攻击啊！哎呀，我靠，也太近了吧！哦，我要死了！哦哟，哦，好险好险！拜托，最好是大门在旁边呐、啊。差点就往生了，撞你，攻击，碎了，合作无间，啊，咱们俩合作无间啊，我帮你推他，哎呀，没推到，有啦，推，很痛的样子，把头拔掉。你去死！呀！哇，会喷血！我的天啊！呜！我带了美味的食物给你了。亚迪顿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来，你会吃吗？看样子你好像不会吃的样子。啊，我们这边解决掉了。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这里没有，这边都是士兵，全部都是士兵。而且我也是看观众留言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可以拔那个头，可以拔，你知道？这边有一罐啊，然后有一些观众剧透啊，这些桶子里面都是人类，你看在剧嘛，现在害我觉得都不稀奇了啊，好的游戏。被你们这样子一剧透，我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在看，你们可以告诉我方法，但是你们不要把那些重要的细节讲出来嘛。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很靠北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人家还要在那边旁边跟你讲，等一下谁会死掉吗？那这个惊喜的程度都没了、啊，还干嘛？要走那里啊、哦？对啊，就没有惊喜了啊，就完全没惊喜感了呢。啊，为什么他要抓那个？是我要爬上去吗？我爬不上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先帮你把刺拔掉哈。啊，反正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啦。啊，那各种奇葩都有啊。然后还问说什么啊？怎么不去看阿神的影片？那、啊、我想问你嘛。啊，我看阿神影片之后，那我还玩干嘛？你说我玩就是要玩一个爽度啊，对不对？你说，那都已经知道剧情了，玩就没那个意义了啊。
对啊，所以说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一些观众在想什么啊，好像以为很早知道剧情的后果很屌一样，其实并不会啊。哦，这种游戏就是要自己体验嘛，自己体验获得的那种成就感，那才是游戏的本质啊！啊，都给你讲，啊，给你讲游戏玩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做那种白目的人吗？我是没办法阻止啦，只是你会让人家讨厌而已啊！啊，你要做那种让人家讨厌的行为，我也是没办法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呢，这种事情呢，一而再，再而三讲了好几次了，好，大家还是一样。所以我还是算了。像在墙壁上的齿轮似乎和门联动着。基督丹那伊，所以说呢，我要怎么做？我可以上去吗？不行。下来。哎呀！算了，想太多了。奇怪，那怎么让他一直抓？让他一直想办法抓吗？啊，交给你抓，你又不抓，对不对？抓他快点！啊，你这样就可以抓，太奇怪了吧？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我看这里有没有你的最爱，好像没有。啊，你这明明就是很聪明，你就是故意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哇哇哇！有点难推出来，卡条啊，好，把它拉出来。这是到底要干嘛？好了，可以了。你把它拉上来，那这到底要干嘛？它来稳那个，这到底是可以做什么用的啊？什么都没有讲。来来来，哦，按下 R1， 让它咬是不是？看它什么东西，它会做什么？它爪子抓，哦，弹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样子好吗？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撞墙而死啊？阿力刚赫，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恐怖哎、欸，心生畏惧。走开啊，不是要这个啦。走开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好了，不是要给你一手啦，你走开啦。拉过来一点。哦，我大概了解了什么。你不要卡我，你这个笨狗。好了，然后站这个地方，快点帮我弹射一下。倒退撸，哈哈哈！乖狗狗，交给你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让我射上去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有点恐怖。不要 ！No！ 哇、最好是这样啊、哦！这游戏根本不把小孩当一回事哎、欸，这样撸一下你也爽。欸、这边有这么多扇门，完了，待会有士兵，我能感觉到待会这群士兵呢要冲过来搞我了啊！有蓝色蝴蝶，这附近应该有桶子之类的。你看，无头士兵。想干什么啊？我把他推倒看看。哦，原来在后面有、哦，这可以推倒吗？他在叫了，看来是不能推的，算了，等等他出来，先拉一个。哟，这里是干嘛的、啊？这里没路可以走。来了来了，听到奇怪的声音了。哦，这样他就跳上来了、啊。他应该会想办法跳上来。来来来，
都打开，都打开。有木有？欸，所以说那个无头士兵，我必须要带一颗头，是不是？把一颗头带过去，给他装在头上，他才会动哦。可是这里根本连头都没有头啊！我知道你可以的 ，Good boy， 大力下去！哇，我的东西没有上去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看来没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。嗯。啊，当爱没办法及时到手，就该放手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放手了，来吧，赶快跳上来吧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任务了。没有头颅啊，难过了。别吵啦，快点过来才是重点啊。Not good， 快跟着我上来。对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然后那个头颅没屁用的，这里也没有打开。好，这边了。这边应该有其他路可走了，就是这里了。他应该是会往上跳吧，就看他怎么走了。哎，大哥你怎么看这里啊？大哥你怎么看这里？这边你有办法跳吗？找路啊，快点！这里有没有路可以走啊？貌似这里无路可跳的样子。算了，回头回头。你还不想理我啊？喂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那就走这嘛，那走这嘛。啊，算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你要不要过来？随便你。跟我来。这边啊。哎，不想过来啊。我好想过来了。哦，那边可以跳啦，早说嘛，浪费我时间。来来来，乖，快点，不要紧张，莫惊慌，莫害怕，你没事的。看他走这么小心翼翼，有没有？快点把我咬上去，用你刚刚咬我的那一招把我咬上去啊！你不是很行？算了，继续啊！上面，你没看到那里的没有？交给你跳了啊！你需要摸摸吗？哦，有摸有擦，有摸有擦。他为什么不动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是因为身上有伤口不开心吗？好啦，帮你抹一下伤口啦，烦死了。好了吧，快点上去。有了吧，
有了，开始有动作了，还会跟你闹脾气，有没有？这家伙，你一定要先摸过他才可以上去，这样子。Jump！ 好，我们到这里来了。喂喂喂，把我甩下来是怎样？走这边啊！快点啊，我们走啊！这边有士兵吗？没有，看到这里一个士兵也没有。哦，这边有哥哥，哦，太好了！您的最爱，你看到眼睛都发亮了，有没有？给你人肉罐头，来。好吃的人肉罐头，来了，我帮你拿了。坐下，坐下，不听话。哦，看你很急的样子哎。好了，你都吞了，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吧？就是带我跳上去，爬上去，快点！干嘛啦？一直闹脾气耶！现在越长大越皮耶，你看，越长大越皮耶。阿罗。啊，他要爬上去了，应该是用爬的吧，他不是用跳的吧？这地方跳上去会撞到头啊！快点！我要就是跳的，不会撸到我。还有哪边可以跳 ？Well good。难不成他怕水？哎呀，你这个贱人！哦，按三角形可以，按叉可以潜入啊。现在看一下这旁边有什么。我应该要把水放掉，然后才可以跳下来的样子吧？这只狗貌似看起来怕水啊，怕成这个样子，怕水怕成这样，看来真的要潜入了。来。虽然我不知道要潜去哪里，就是我会不会被溺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小男孩氧气不知道是不是无限的，我也不晓得啊。到底潜要潜多久啊？啊，被溺死了！哎、欸，你也不来救我啊！我要被溺死了，差点被溺死。他的潜入是怎么潜？潜到这个门的后面，看一下。嗯，没有这么的容易。还是拉这个开关，这看起来没有开关啊，要潜哪里啊？要潜到位。哦，看到前面有个小洞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来，直接从这边潜过去哦，爬上去再开门嘛。哎呀，洗吧，我会，我会了，但是被挡住就不会了。快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来吧。哎呀，嘘，有的，上来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别吵啦，我来了啦！哎死！开闸咯！可是我觉得这个开闸好像也不会把水放掉啊。对啊，哎呦哎，下面正在冒泡是不是？他把什么东西放出来了？有板子浮出来了。意思是说，下面有个东西。
被打开了是吧？我们再观察一下好了。哇，这个底层那个更深，我会不会到一半就溺死了啊？试看好了，三二一，呀，一路到底，撑住撑住，小男孩你可以的 ，boy 你行的 ，boy，good boy。我觉得我们的 good boy 不行。学地游泳，哇哇，他居然潜水了 ！Oh my god！ 好，这只狗很聪明，太好了。我以为他不会潜水说，水中漫游，好狗儿 ，nice！ 哇，真的实在是太乖了。好，他居然潜下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啊，上岸了。上岸吧，我们的好狗儿。中心狗。哎，会登去啊，我手会登啊。一对，走这个地方快点。哦，这地方该又要我去开那个闸门了、啊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快不行了！哇，上不去，哦，尴尬了。快点爬头顶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上来了！我们走这里看看好了啦。好了。走看看，这里到底有什么啊？原来这里有这个啊，您爱吃的一个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好吧，让你吃一下也好了，这么乖。Good boy， good boy。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铁门打坏吗？这边，来帮忙哦！快点来帮忙！哦，有了，我上来了！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！哎呀，搞了我好久啊！来。Open， 乖狗狗，水位又上升了，快点下去，准备游下去，快点。里面有听到指令了吗？好了，他应该预备了。Go！ 呜，大成功！哇，耗了十几二十分钟，终于知道怎么解了。好一个解谜！我会不会在中途就溺死了、啊？应该是不会吧。我们现在就一直看着这只狗的小屁屁啊，盯着它的括约肌前进。不能转视角哈，我不是故意要一直看他括约肌的。我是不是要死了、啊？我快不行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死了，我死了。哈哈。哦，这是剧情的。此时我喘不过气了，于是和巨婴失散了。好，我要重玩了哎、欸，原来是必经剧情哦、喔，没办法，因为实在太远了，我没气就晕倒了。OK， 太屌了，好吧，我们跟我们的巨婴失散了哈，到时候想办法相遇吧。
Thank you.